听过了那么多不同乐器的演奏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首特别的合奏曲吧。相信在座的各位，不论是家长、老师还是同学们，都听过《王者荣耀》这个手游吧？而这次本团的郑紫薇与李振龙同学便对《王者荣耀》的2018年新春主题曲进行了改编，其中弹拨铿锵有力的挑衅，拉弦悠扬悲壮的凯歌，打击永不言败的魄力，以及吹管高亢的本色，使整首曲子充满了战斗力和冲击力，仿佛带领着听众穿越到了中国几千年前英雄称霸的时代。是谁在军营里出计献策？是谁在沙场上浴血杀敌？就让华乐团的演奏员们带领大家领略项羽、诸葛亮、刘邦、司马懿等千古豪杰的傲骨雄姿吧。掌声有请演奏员。